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黄伟轩。我们现在要录这个成为失败者，对，成为失败者。现在还在洗衣，我们等一下再录好了，还要给你们看个东西，不是这个。哒哒。我在这里已经变二星啦，我想打这个，但是这个是没办法打，因为我没有海底的。哦，这关超简单的，但是我就没办法打，因为 CD 嘛，懂得 CD， 我要等他。还是我要去桥边，但我桥边没有。再，等一下再打。我们现在，先来看看，我什么装？这几只都还不错啦，不错不错。我都忘孵化这一只，有它到了。哎，有号到我破了吗？还是抽到的？我就在后面关卡好了。如果没有号到的话，表示我已经破了，因为我就忘记了。有抽到的，直接看到了。有他到了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对啊，我记得我打。啊，对啊，有号到应该就是啊。看一下，炒戏的吗？等一下我要放。这只马群羊，这不是我第二枪。然后水系嘛，所以我要放三角龙。那我们等它钞票少一点再来开，好了。啊，算了，直接来，直接杀下去。啊，对啊，要三只，还是前三只蛋的。反正也没用，我前面两只可以干掉了。靠，十七血打你们了，十七血这么多帮我抓人了，才41。什么机器啊？咱那公司很低，非常不成功。不过我命也不见得，反正我就自己解决。你进来啦，你紧张什么事？我吉阳卷，他们打我赢，打不打得赢？下一场可以，算了，不管，自杀好了。反正下一次再保险。杀了我吧！你为何不杀我？算了，又开始保守，保守了。杀我！快杀我！你以为是杀我？一直就可以杀我，为何不杀？我一直这个东西，哦，烦了，快杀我了，干嘛不杀啊？算了，先放下，算了，受不了。你看，看。什么等级你学我？算了，我受不了了，直接换一只钩打下去。扎很大，好厉害。
不会没死，应该不会。Oh yeah！我看看，你看看，他看看，他看看，看下一关。简单，这是什么？一条龙，真的。下一回合还是要遇到哪只龙？阿根廷就不用了，跟刚刚马金龙、三角龙、矮脚龙好。好，那先等他，那我先暂停。啊，我现在要说一件事啊。反正叫一下可以吗？就是那个，什么什么，我刚刚有打过一关了，所以刚刚才已经打过一关了，所以敬请见谅，敬请见谅。如果你想看第一关的话，如果其他也有入，可能会跟我一样，你们去看，可以去看了。但如果你真的，找不到的话，那我也只能说抱歉了。好了，现在继续回到成为失败者。不过我觉得特别活动名字怪，为什么要成为失败者？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打就对了啦，管他那么多。有一点荡荡的，卡卡，不管，上手。有点小 bug， 异特龙好丑哦，而且异特龙的手指印就三只，它两只，它里面每只都是可能几乎都是两只的，但是里面你大部分它画两只的都是三只手指，画两只的我倒是从来就只看过暴龙类才这样。但是他虽然不是暴龙类的，他也画三只，他也画两只，但我以为全部都是暴龙类的，超瞎的，超笨的。我杰君在这边叫嚣啊，他是个欧巴桑啊，不用理他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节目，不要那么嚣张的哈。我简直是个嚣张的，不要太理他，他是喜欢我的。他得了唐氏症之类的，你懂的。所以不用理他那个潇洒的了。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节目就好，不要你那个脑袋的问题的潇洒的。嗯，我们继续看啊，不要你那个潇洒的，来。Oh yeah， 好顺，只要知道我放两只就好了，干嘛放三只那么顺？根本我要一只都可以赢的嘛，那我一开始放一只啊比较好了，这样另外那两只就不用吃鸡了。算了，那就给他一个机会。有两攻，神奇啊！开始我有点感冒，还有喉咙发炎，不过没关系，做影片总是很愉快的事情嘛。来喽，要打喽，打喽，打喽！杀很大哦！赢了，赢了，一只就赢了，放三只。啊，对哈，我都忘了，他一定要有三只才能打得下，就算我想要放一只也不行。那我命苦，我一炮两颗灵芝。我没把人卡怕命，为什么为什么没把人卡怕命？又走跳又不会唱，能唱什么？不会唱。滴滴滴滴，快点让我看一下啊！先来清理一下，现在好像有点卡。哦，好。来了，是什么呢？开封，哇，两万多的食物，我现在很缺食物哎，奢侈了，
什么啊？什么系的？肉系的，我没听过。算了，好，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啦。那大家拜拜啦。